塞亚，电流声小声一点。那一场真的很大声。好，没了。然后，哎，又有了，又有了，又有了。然后，卓的什么？卓的 monitor 多一，吉他 monitor 多一点，谢谢。好，不管他，就是徐阳姐，如果肚子还很饿的话，那边还有吃的，快点，多吃一点，拜托。对，因为今年很高兴，就是能打破之前，就去年不是吃披萨，就是蛮高兴我自己有做到。然后我还记得今年一月不知道几号的时候，有两位大四的学长，一个叫文斌，一个叫安妮塔，然后他们学长。抱歉，就是他们去看那个五月天演唱会，然后还特地拍那个照片贴给我，我那个时候有点吓到，所以我就觉得送酒可以开，就是他们应该不会讨厌的歌，对，会讨厌吗？应该不会吧？不会啊，不会啊。谢谢你。我还不知道，我拿了拿了，好，好，大家有看到哈，就是。这首歌呢，讨厌，就是2012年，你们应该有看过那个 MV， 就是他让很多人流眼泪，然后我也不太会唱什么其他的歌，就你们应该都有听过，就希望你们会唱都跟我一起唱，就是五月天的《干杯》，谢谢。然后等一下，可能我情绪有点嗨，你们不要把我当智障哦，谢谢。好吧，开始吧。啊，还没啊？怎样？又什么？塞亚，抱歉，可以让他小声一点吗？电流声。哎，好了，好 ，OK， 谢谢。又有了。学长姐，赶快去装食物跟饮料哦。对。还有什么问题？很难约的，因为就跟我上同一堂课，他都没有出现，所以我就来一堂那个西洋文学，他被当了。哦，不会，你就是什么邀请？你的邀请卡，今天的邀请，对，今天的，对，邀请，对，来，哎，好了吗？等一下，我们再撑一下，谢谢，我们再撑一下。其实我还蛮多话想讲的，但是现在我要先讲。